那就走啊。迪，好想出国。去哪？去越南，去泰国，新加坡。喂，老板，我要请假，明天开始。最好了。Baby，我们还没规划行程去哪里耶？待会再决定。这样来得及吗？会不会太晚啊？宝贝，最重要的是踏出这一步的勇气。下去泰国吧，是有泼水节，感觉热闹哎。去泰国至少要五六天吧，那这样子喵喵怎么办？喵喵没有妈妈会觉得寂寞。那不然去澎湖好了，听说那边的花火节很漂亮哎。铜锣湾，铜锣湾，外婆的铜锣湾。你唱错了吧？是澎湖湾吧？我外婆还是唔打咩？可是这样至少要三四天啊，喵喵。你再啰嗦，去旁边的士林夜市好了。士林夜市好像也不错哎。走啊 ，baby， 明天我想去澳洲玩哦，我想去雪梨歌剧院啊，还有大堡礁浮潜，还有去看波浪岩，还有。好啊，都去啊。可是这样子要花很多钱钱。放心吧，交给我。从今天开始，世界上所有的优惠。就在我掌控之中了，早餐、中餐、晚餐就靠这个，哎，省钱吐司，吐司哪够我吃啊？哎，星期一、星期二、第三、星期四，这么少？星期五来吃今天的。今天一定要决定一下，到底要去哪？哎呦，可是我决定不了啊！到底要去兰卡威的天空之桥，还是去澳洲抱怪熊，还是去槟城吃炒粿条？我好难决定哦。老规矩，丢到就去。喂 ，baby， 在。现在 AirAsia 有100多个航点呢，可以带我们去各个我们想去的地方。飞那么远，找一下有没有比较舒服的座位啊？在。在。你看，现在他们长途航班还有这个豪华平躺座椅，看起来超舒服的吧？走走，跟走。啊，是不准放假啊！什么时候才放假？查资料好麻烦呢，头好痛哦。宝贝，我已经规划好了。第一天六点起，7点到车上，8点半出门。行李多带没有关系啊，反正我可以放在车站。这样有点那种低调的情侣装的感觉，很可爱吧？我们可以这样去逛街。哎，老大，我们是要去泰国哎，这样被热死啊！哎，我还没减肥啦！来来预备，一、二，计划跳一杯，一、二，不许偷懒，能出国剩几天而已了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！宝贝，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可以环游世界？热带雨林。是地球最重要的废物。如果你问我明年有什么一定要完成的愿望，我会跟你说，我要去东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，跟那些红毛猩猩们散步。自己的省钱旅游，自己规划，就从提早半年抢张的优惠开始。有梦想的男人最帅。可是万一在雨林中被毒蛇咬，还是被野生动物给吃掉，那怎么办？东马来西亚那么危险。傻瓜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至少我们都在一起。You jump, I jump. You're so stupid, Rose.